安养院大逃脱，八福翁绑被单垂降摔伤。警消垂降救援的样子很帅，但是千万别乱模仿啊！住在新北市这家养护中心的83岁郭爷爷就垂降失败，摔伤送医。轻微失智的郭爷爷不想住在老人养护中心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前晚异想天开，想要用被单从4楼窗户逃脱。他先把被单绑牢在窗户上，再慢慢的攀爬下来，但是高度计算错误，加上体力不支，当场摔落在1楼平台上。送医后发现他骨盆破裂，还有轻微颅内出血，现在在加护病房观察中。动新闻，爷爷下次别再这样了啦。报道。